大象的鼻
阿蜜蜂，你出去吧，你出去吧！不，这里没有烟，没有火，好安全。可是外面也没有烟，也没有火啦，烟和火都没有啦，你可以出来了，很安全的、啊、外面。不要。我要进去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鼻子里面。那小朋友怎么办？怎么叫蜜蜂从我的鼻子里面出来呢？你如果要感冒的话，打喷嚏，那个蜜蜂就会出来在我里面的。